家好，我是木木哒。新的一年，我鼓励人们为我所有的支持者带来长寿和繁荣的一年。我相信龙年将成为充满活力和活力的一年，尤其是在漫长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，对于那些正在庆祝的人来说，龙年将是更强大的一年。当我们告别兔年时，我们反思龙年的繁荣和健康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